4月29日，第十届梦幻郁金香展览活动在新加坡滨海湾花园拉开帷幕。梦幻郁金香花展是滨海湾花园的三大花卉展览之一。本届花展以荷兰为主题，将展出20余个品种，54000多株郁金香供游客观赏。开幕当日便已吸引大量游客到场参观。我觉得超出预期了，就是首先它的环境很宜人，包括有空调，其实很适合这种一家大小游玩，不会特别炎热。然后第二个是花真的这个种类比我想象中多太多了，我觉得一定会推荐朋友过来玩的。自2013年起，每届花展都会加入新的郁金香品种。今年的新品种包括紫白色郁金香、粉红花冠郁金香、紫色双瓣郁金香、冠状郁金香等。新鲜的品种令游客大饱眼福。今天刚刚来，很漂亮，就觉得很漂亮。不同的花种啊，拍起来的方法不一样，看起来的花也不一样。本届花展为期4周，将于5月26日结束。在此期间，不妨与家人朋友一起到滨海湾花园，感受郁金香花海的魅力。